巴士车站的爱心伞。有一次下雨天，一直以为这些都不会有人用，就有一次下雨天想说哦，难得好像忘记带伞了，可以拿来借用一下，就没想到一下车全部都没了。这是我们宿舍最近的车站，羽田空港まで空港臨時バス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次止まります。お降りのお客様はまずは停留所について扉が開いてから席をお立ちください。然后去湘南台，它只有个亭，台老名跟不知道什么湘南台的那种急行啊、快速啊都比较少，个亭都比较大、比较多。嗯，好，去搭车。嗨，我到湘南台了。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我老师住的地方跟那个学校是反方向，所以我打算先就是从反方向的地方走，应该比较会找到。先这样，拜拜。出站了，然后因为等下要去老师家里，然后有一点隐私问题，我就先不录接下来我走的路，直接到了那边我去烤肉，我再录现场大给大家看，拜拜。下去不见了。四斤吗？还想再买一个？在景色好的地方吃饭的话，可以缩短跟对方的距离。ゼロは3名様。
근데 선수 유도는 남이 나이스 했잖아.